泰国政府实行必先确认国家禁忌，请问去泰国的时候，下列哪一个行为是被禁止的 ？A. 在海滩捡贝壳 ，B. 站在门下方拍照。我的答案是 B 水利，哪个下方啊？可能是那个门框的下面，因为泰国是一个宗教国家，然后佛教国家，所以他们应该有蛮多都是跟那个跟习俗神明的这个相关的禁忌。然后我记得他们会在室内常常。 像东南亚有些是放在地板上面，有些是像一个神龛的位置。请揭晓。